八点档就看播出，今天播出有你就有钱拿。你除了说你演了被剪掉，那你就没有。有一次也是都没有我，摄影机在后面，我背对他，我在跟人家下象棋，我就跟我对面那个演员说，待会啊，你就说，哎，你看后面这样，就是摄影机往前面拍，然后我就在下面下象棋嘛，然后我朋友就才跟我，哎，这样，然后我就说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惜地。